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股票市场。当然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它是跟一般的证券市场是一致的，所以不见得就一定是特定的股票。你比如说发债或者是发这个股票，其实有很多这个工作它的过程都是非常类似的。那么举一个例子说，证券市场，我们一般说证券市场它实际上就是三个组成部分，对吧？三类参与的人，第一类是需要到市场上去筹钱的人，第二类是在市场上有钱借给别人的人，第三类就是来来回回的倒赚钱的人。中间的这个金融中介或者是金融机构，我们不管叫什么，说这个在证券市场上更多的我们叫证券公司或者是投资银行，他们做的就是中间帮助两边的人来来回回的倒钱，需要钱的人到市场上拿到钱，有富裕的钱的人到市场上去投资。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只不过是大家要首先注意一条，凡是到市场上去投资的人，从理论上来说你是有一定的这个资历资质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理论上来说都可以去到证券市场上直接做投资。一般来说，简单的就是相对来说资金的规模比较大一些，那么第二个是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比较强一些。它实际上是说你直接去做，你为什么不把钱放在银行？你的道理很简单，你就是想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钱意味着你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对你的这个知识结构，对你的对市场的理解，对风险的判断要求比较高。当然了，这个市场一发展了以后，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谁在里头投，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总而言之总是最后有一大帮人都给忽悠进去。我们听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对吧？次贷是什么？次贷是用次贷做抵押的这个证券产品。次贷是什么？次贷就是那些本来在银行借不到钱的人借了钱去做了投资。这些老头老太很多，尤其在加州，在当初借了很多这个按揭贷款，连合同都看不明白，都签了字借了钱，头一两年的时候2%，往后这个花这个利率就上来了，他们都不知道，等到这个银行来找的时候才发现后面的利率不是每年都是2%。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像次贷也好次债也好，很多产品金融产品你要去参与，你自己要有一定的理解，你要有风险的承受能力，但最后被卷进去的不见得都是有这个能力的人，这就是后来出现很多风险。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股票市场也大家都知道，对吧？你到这个证券交易所，到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有的时候在那儿的不见得就是很多这个都是对风险对市场有理解的人。曾经在比较火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老太太说每天拎一个菜篮子到这个交易所去转一圈，转一圈她说这个买菜以前或者买菜以后她自己觉得非常好，因为每个月把这个菜钱都给挣出来了。那么这个当然是在牛市的时候，价格往上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赚钱，但事实上他对风险没有任何理解。所以到了这个过了这个一年一年半以后，想跳楼的也是他，因为他就觉得这个钱怎么就没有了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谁在里头参与，这个是有其实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只不过是他没有把它给法律化。但是客观的来说，各个国家对这样的投资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的规定。举个例子说，你是一个这个帮人投资的证券公司也好或者基金也好，它有最基本的一条，你找客户的时候，每个基金都想找这个很多客户把钱吸引进来，但是你找人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法律，美国的这个证监法其中一条很明显的，你要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客户，你在开始以前他会问你一大堆问题，
问你的资产，问你的年龄，问你的收入，问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负担，这样的话他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投资对你来说是合适的，什么样的投资是不合适的。当然了，这个做金融的人也有这个故意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国内国外都有，所以这个风险比较大。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机构投资者来说，相对就比较容易，就是机构投资者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基金啊、养老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后来当然开发起来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基金都有。但是市场上一般来说占最主导的地位的大概就是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金，这是在市场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机构投资者。那么筹款的人谁会到市场上去这个筹钱，谁需要钱这个到市场上去借钱，也是有资质要求的。我们上回说过，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小银行，你很难到市场上去筹钱，你最多能到银行去借钱，银行也不见得借钱给你。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大银行、大公司，对吧，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包括政府也好，到市场上去筹钱就比较容易。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发债，发债你的这个利率还相当的这个低，比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还要低，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素质的这个要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政府和企业是最主要的，那么筹资的政府和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投资的主要是个人和机构，加在中间赚这个中间费用的，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我们国内和日本都叫证券公司，其他像西方国家叫投资银行，其实差不太多，有的时候也不完全一样。有很多证券公司，举个例子说，它可能不一定有这个直接可以帮人做 IPO 的这个执照，每个公司不太一样，但是从总体的概念上来说是一样的。无非这个你不管是证券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这个投资银行也好，你所做的业务其实就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混在一起。那么我们回头我们会介绍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什么不一样。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里头，投行一般我们说直接就帮人这个在市场上筹钱，那么或者是 IPO 或者是发债，也就是说这个筹款的这个机构直接发行一个证券，从市场上把钱给拿回来，那这就是它的这个最初的这个建立证券公司的这个目的。完了之后，这个证券不是说你这个发行了之后放在口袋里就不动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买了股票是来来回回的倒，来来回回的倒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一个二级市场，二级市场上这个时候还需要中介机构。这个时候当这个二级市场的时候，筹款单位还参与不参与啊？不参与了。筹款单位应该说不直接参与了，因为你我股票都发给你们了嘛，对吧？股票发给你们了以后，你们要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情了。所以实际上是在 IPO 的时候买了这个 IPO 的人，后来就要到市场上去交换，这是所谓的这个二级市场。那么这个在二级市场上，当然最后我们一会儿再介绍这个价格的上上下下，其实跟这个公司也还是有关系的，尽管钱不直接进去了，跟它是有关系的。大家想一想，每一个公司的 CEO CFO 整天都是关注他们的股价上去了还是下来了，其实上去了也没有新的钱进来，上这个下来了也没有新的钱出去，对吧？有各种具体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很关注这个股价的起起落落？在融资的时候，这个市场价格就不一样，对吧？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对，公司本身还有很多股份，包括他们的这些高管都有股份，所以很愿意看着价格上去。
价格下去那就完蛋了。还有别的理由吗？啊？避免公司的股权被收购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股价如果花下去了，很容易被人 take over， 很容易被人都收购了，30%、50%收购，这个公司就不再是你说了算的了，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可能是你当你这个股价起起落落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实力的一个象征。就比如说你做生意，对吧？做生意跑出去，这个股价比较好，比你的这个很多交易对手不了解，哎，这个股市很旺，大家觉得这个公司有实力。股价到了这个快到垃圾股了，大家都没有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可能要出问题，所以也其实间接的影响到它的这个业务发展。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在国内我不太了解，在国外很明显的，每一个卖房地产的这个中间这个中介，都喜欢开一个宝马，开一个奔驰。其实他当然，我想他们赚了很多钱了，对吧？尤其是在牛市的时候。但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有钱。但是他的这个业务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要跟很多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卖房子的和买房子的都要跟他打交道，但是大多数人跟他其实平常都没有来往，所以大家都不了解他。所以开一个非常这个漂亮的这个宝马或者奔驰非常重要，一下子似乎是增强了他的这个 credibility。 当然你成熟的这个投资的人不会因为他开了一个宝马，但话说回来，如果他开了一个叮铃哐啷的一个丰田过来，你也可能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实际更多的是一个间接的这个影响，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么二级市场上这个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还分成两种不同的这个经纪，第一种是叫这个证券经纪商 broker， 第二个是证券自营商。谁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对，这个经纪商的意思就是你在市场上买或者卖，都是代理你的这个客户在做这个交易，其实跟你自己的这个股票持有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你不持有任何股票，只不过是这个客户想买你帮他去买，这个客户想卖你帮他去卖去。那么证券自营商他其实也可以跟这个客户打交道，但是他的区别是，如果这个客户要卖，他当时就把他给买进来了，如果要卖他就把他给卖出去了，而且他有自营的一部分。这个区别大家能感觉出来，就是他如果是买卖，当然他是有价格，自己有价格要求的，不是说你想卖他就会来卖，符合他的价格要求他会来卖。而且你知道作为一个 dealer， 他一般来说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肯定是争取要低买高卖。当然这个市场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市场上每天有成千上万个要买的要卖的这个单子，最后都是把它不同的给这个配合切合在一起。那么实际上这个价格是有区别的，价格是有区别的。自营商做得好的，就是在这中间除了收手续费以外，还能收很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差价。不好意思，所以这个 broker dealer 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经济，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行我们就叫它 broker dealer， 就是说明它实际上两个都做。有的就是直接帮你这个代理，你想做什么就给你做什么，有的他实际上是通过自营的这一部分来扩大他来经营他的这个业务。